大家好，我是南京老杨头，这是送菜机器人，菜端走了。这个它是靠那个天花板上有那个指示的那个路标，它这个上面有那个摄像头，可以看到那个天花板上的路标。这个按一下它就可以回去。上天花板上有很多的路标。我挡住它了，它停了一点，它前面肯定有感应的，有障碍物的话它会停下来。我再把它挡住，它不走了，挡住它了，它想这个另外走路，我让开它了，它就继续往前走。送菜机器人。